女儿情吉他教学三。今天咱们继续来学习女儿情第三段。首先看这一小节，六弦零，一弦三，一弦三，一弦五，非常简单。注意这里的一弦三用食指按，弹向六弦零，一弦三食指，一弦五无名指。OK， 下一小节，一弦的五滑向八 ，S 八呢就一弦的五品滑向八品，同时弹向六弦的空弦，弹向八品，同时弹向六弦空弦。然后一弦的七连起来。二弦零，然后这个一弦的三滑向五，用食指，然后连起来。OK， 再下一节是，一二三弦的五同时按住啊，一二三弦的五同时按住，用食指按住一二三弦的五，然后五弦和一弦的五同时拨响，三弦、二弦、三弦，好，再弹六弦、三弦、二弦、三弦，好，这里连起来是。再弹六弦，然后再弹一弦三，三三五，然后滑向八品，同时弹向五弦空弦，一弦七，然后二弦零，然后还是一弦三回向五，滑，一样的跟前面啊，然后六弦一弦零同时拨响，然后六四弦二，三弦零，三弦二 ，C， 小指二弦三，二弦三滑向五。二弦零，然后三弦二，二弦零，三弦零 ，AM， 二弦一，二弦三 ，C， 小指一弦三，然后五弦零，一弦三同时弹下滑向五，二弦一，二弦三滑向五，一弦一 ，C， 然后一弦零，一弦三。这里的五啊，一二三，爱练一这个练一二三弦的五同时按住，五弦零同时拨响，一弦、二弦、三弦，小指，二弦的八，然后再松掉小指，五弦、一弦同时拨，二弦，然后三弦二回来，一弦零 ，DM 四二同时拨，三弦，五弦、二弦一松掉，再回到 D。啊，下面一下爱练一这个一啊还是 DM， 然后三弦二，食指不要按啊，弹一弦零，三弦二连起来，啊 G 六弦，注意小指不按，六弦三弦同时拨，四弦三弦二用中指下来，连起来，然后六弦二弦同时拨，一弦还是不按，一弦零，二弦零，三弦二 ，C。现在咱们连起来试探一下，往后基本上是一样的啊，你学会了吗？